보고 Chinese. 你能来机场接我吗? 你能来机场接我吗? 在哪儿可以坐机场大巴? 在哪儿可以坐机场大巴? 从这儿到酒店要多少钱? 从这儿到酒店要多少钱? 我预定了一个房间。 几点可以入住? 几点可以入住? 几点以前退房? 几点以前退房? 你们提供早餐吗? 你们提供早餐吗? 押金是多少? 押金是多少? 现在不需要打扫房间。这儿附近有餐厅吗? 这儿附近有餐厅吗? 这个多少钱? 这个多少钱? 我可以试一下吗? 我可以试一下吗? 能便宜一点吗? 能便宜一点吗? 能刷卡吗? 能刷卡吗? 请给我小票。 请给我小票。能帮我包一下吗? 我要送人。能帮我包一下吗? 我要送人。
可以给我有照片的菜单吗？ 可以给我有照片的菜单吗？ 要等多长时间？ 要等多长时间？ 这儿最好吃的是什么？ 这儿最好吃的是什么？ 请给我一个无烟区的位子。请给我一个无烟区的位子。你能推荐一下吗？ 你能推荐一下吗？ 请别放香菜。 请别放香菜。 请别放辣椒。请别放辣椒。我喜欢辣一点的菜。 我喜欢 辣一点的菜。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。这儿可以抽烟吗？ 这儿可以抽烟吗？ 服务员结账。服务员结账。 请问美食街怎么走？请问美食街怎么走？请问地铁站在哪儿？ 请问地铁站在哪儿？请问公共汽车站在哪儿？请问公共汽车站在哪儿？ 从这儿到故宫要多长时间？从这儿到故宫
要多长时间？从这儿到那儿远不远？从这儿到那儿远不远？可以走路过去吗？可以走路过去吗？去沃尔玛在哪儿下车？去沃尔玛在哪儿下车？请问在哪儿买票？请问在哪儿买票？可以帮我们拍一张照吗？可以帮我们拍一张照吗？请问厕所在哪儿？请问厕所在哪儿？请让一让，请让一让，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了，谢谢。